那谢谢大家平安。我逐摆人来到咱民族教会，上届享受的就是咱教会的诗歌，无论是即个敬拜赞美团，还是即个圣歌队，差不多十礼拜，我拢感受到非常水的歌声。佮咱选的歌内底有真侪信息，也是讲有真侪心学的内底。因为早起，我坐巴士要跟咱三甲来想，以基督来自由。另外，咱的敬拜赞美团带咱学到的最后一首诗，就是“赐我自由，赐我自由”。伫首诗内底，另外咱咧唱，要注意听，注意来想。迄首诗咧，甲咱讲到讲，享受自由的心，用圣心，若甲咱同在，咱就得到自由，咱就变做自由。佮咱毋若得到自由，迄、那个自由会互咱免去忧愁，互咱会当免去不安。迄种圣心佮咱三角地带，咱就自由。啊，咱得到自由是要创啥？得到自由就会当闪避，也是免除迄个忧愁，免除不安。拄仔圣歌队咧唱一首《恭敬家己主面前》，伫遐也是咧讲到。那是主甲咱三个比的，咱若恭敬徛伫主面前的时，咱就会改变，咱就会更新变化。迄个更新变化的起来伫倒啊？讲因为主是听，耶稣基督是听。我听这个诗歌吼，我虽然只讲道，我逐摆若听诗歌，拢若像听一支讲道吼，听两支讲道啊。我感觉讲，迄诗歌内底蕴藏真济。因为咱基督徒信仰真宝贵、真宝贵、真珍贵的这个信息在内底。但拄仔说到一段圣经，伊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对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就是咧甲伊讲这个题目。耶稣咧讲到，伊来到这个世间，甲这个犹太人前加达已经咧生活、咧遵守迄个犹太人的律法的观念。耶稣来。甲迄个已经存在伫犹太人中间迄个律法，到底有啥物关系？咱知影伫即个宗教改革的时阵，路德马丁甲即个宗教改革家，因咧强调信耶稣到底甲无信耶稣有啥物无共款？反对耶稣基督，甲一个毋捌耶稣基督的人，到底有啥物款特别的好处？所以宗教改革的时阵吼，就提出一个改教的一个口号啦。迄个口号就是对罗马书来，迄个口号就是讲，咱是因信称义的，唔是因为咱的好所行，唔是因为律法来称义的。安尼是讲，我若是无耶稣基督，我要会当称义，还是我要会当让我的生活安心，要我当让我会当无忧愁哈？我就要遵守这个世间的法度啦。咱是安怎会不安？咱是安怎有忧愁？就是无顺事啦，家庭无顺事，事业无顺事，心灵无平安。就是讲，因咱的这个生活的中间，哪像有去揢着？生活内底若有啥物所会去揢着的时阵吼，咱就无平安，无平安就带来忧愁啦。所以，无有基督的人。咱要安怎会当得到平安？咱就爱认真守律法，亲像犹太人，亲像法利赛人，亲像经学书安尼，拼命认真严格来遵守摩西律法。我若逐项拢照律法来守，我若逐项拢照这个社会我要求拢做甲真好势，我若甲人的关系拢得到人的满意，我就无啥物无平安，我就无啥物忧愁。所以伫无基督的状态。律法是真要紧，因为律法规矩，咱个家庭也袂和谐啦，是无照规矩啦。大家人拢照规矩，家庭就做好；大家人若照守规矩，教会就无问题。所以律法提供咱，予咱会当闪避不安、闪避罪恶、闪避这一切忧愁。是不是？那安尼是安那底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安那得到正确，就爱来定性。那照保罗伫这罗马书讲，
是讲因为无人有法度专心入法，入法那像入门的遐尼济。我虽然真认真，唔忙会当讲哦，这条路我规定安尼，我卖做；这条路我规定安尼，我卖做。十条内底我拢做九条，我就讲，若其中一条你做无够，你就是破坏入法，你就甲规条路遐破坏去。你无修其中的一条，你就无修所谓入法。所以不安就来，忧愁就来，艰苦当就来。人无法度修入法，这也是所以这法利赛人跟学术这犹太的思想间，为着要帮助这犹太人，讲咱要修入法，互咱较好修的，把这个入法咱要写得非常的详细，一条一字，讲到讲参安息日，你会当行几步路，拢甲你算出。安息日你会当提偌重物件，拢甲你称好势，互你感觉讲啊，我着照这来做，就会当平安。啊，虽然是安尼，人也不是不平安。所以，宗教家就甲你讲，讲咱所以做一个基督徒的福分啊，就是因为踮伫基督内底，基督已经互咱得到自由啊。踮伫基督内底，咱就得到自由，圣神互咱得到自由。这个自由吼，都让咱玩过这个就法，所以但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自，不是因为律法来得到称义。信是信耶稣基督，做基督徒，甲无做基督徒的不同款是讲，我当有耶稣基督，我甲耶稣基督三个连接，我变做一个自由的人，改变。在主的面头前，我改变，成做一个自由的人。我就不过换伫即个律法的束缚里面，所以保罗讲，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已经脱离啊，脱离即个法律的这束缚。伫即个罗马书第七章的所在，保罗有一段非常传神的论述，讲到底律法对咱是啥意思？伊讲吼，这就亲像结婚啦，啊，两个人结婚三甲誓约，啊，只是有一个。契约伫咧，有一个律法，法律的效果伫咧。双方面来，要去话咧，这个婚姻是有效的，人就爱受这个婚姻的约束。那不如讲，那是丈夫还是夫人，人过身去，死去。人若死去的时阵，律法就失去伊的效果。所以人如果不在乎这个律法束缚，所以律法束缚咱的时阵，是该束缚伫咱换地时阵。在咱的契约彼此中间，犹阁有一个互相支持时阵，必定的契约一方面啊失去，这契约就失效。所以保罗讲，咱踮伫基督是已经甲基督做伙死的人。基督定的时间，咱甲基督做伙死吼，咱就已经超越迄个律法对咱的束缚。但咱进入踮伫耶稣基督内底。甲各我耶稣基督话一个完全新的状态来滴，这些人对阿这信仰伫咧持续持续咧讲讲，徛中间徛伫主的面前吼，互咱改变，变怎改变？即个就是法甲福音的关系吼，伫即个基督教的信仰历史内底，经过真济即个挣扎困难，伫即个上初期的教会，有一个神学家叫做。马吉安，马上，这个马吉安是一个基督徒，伊也是一个主教的子，伊伫这个差不多主后140年左右，对这个俄亥，这是一个生意人，对这俄亥一带来到这个罗马，然后伊伫这个罗马的所在吼，伊开始咧想象这个信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来想象讲，我到底。对一个非基督徒变作一个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了后，到底我的信仰带给我什么款的无同款，什么款的改变？啊，伊接受这个当时一个维基派的老师，这维基派这个观念的希腊的这个铁塔的观念，所以就认为讲，这个耶稣基督吼所带来的上帝，是一个稳定的上帝，是一个听的上帝。这个上帝跟这个过去犹太人的神的古约内底咧讲的创造的上帝是无同个啦。伊讲古约咧创，咧像是这个创造的上帝吼，是跟这个世间的物质有关系，所以是一个
甲即个世界的文化，甲即世界即个经验结合做伙，所以伊感觉迄是较歹。所以咧，马上伊就有一个企图啦。伊咧想讲，我应该甲即个耶稣基督的即个福音吼，甲伊讲清楚，甲伊塑造互伊做实。所以伊开始做一项代志，迄项代志是咱的教会拢无人做的，进行伊开始做，就是去编辑圣经啦，编辑圣经。伊甲即个教会内底吼，遐个关系犹太人的即个旧约的圣经拢甲提掉，啊，伫即个新约即个经典直接的吼，只有一块本，保罗的书信甲即个路加福音啦，甲一做伙。然后伫即个书信甲即个福音书内底吼，那是甲即个犹太人有关系，甲旧约内底有法律关系吼，伊甲毁掉，拢甲毁掉。啊，然后编一个叫做十一本的即个马上的即个经典圣经。迄个时阵，咱的教会要有起码这个六十六本的圣经要有存在，所以因为马上安尼做，马上安尼做的目的是啥物？伊就是在讲，我信耶稣的人，我已经完全离开这个旧约了，已经完全离开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律法的这个束缚，我变作一个跟耶稣连接的人，完全自由的人。啊，这个吼，引起这个初代教会这个教父的关心啦，这个教父吼。看这个马上在做这个代志的时阵吼，哎，感觉有一个问题走出来。你看讲耶稣基督，咱所讲的耶稣基督吼，从到今一直家己宣称的，就是伊甲这个旧约的这个上帝是白影的关系。所以咱信耶稣，你太当甲这个耶稣的宣称的这个白上帝给定掉，白搭。所以马上的这个工作吼，引起这个初代教会教父吼，开始落去。正式决定要安怎样产生这个咱即卖正典，对遐开始吼，咱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正典，新约、旧约三十九本，啊，加一十七本吼，合起来就六十六本，才开始伫这个初代教会制定了。这制定落吼，是咧讲讲，这个马上这个企图讲，我做基督徒吼，我已经把这个旧约。把这个律法完全给放弃，这块的这个观念哦，是唔对的。所以后来这个马上哦，这个教会改变做异端啦，变做异端。咱的教会就放弃这个马上这个十一本的这个圣经，恢复倒转来用这个六十六本的圣经做咱的中心。那这个六十六本的圣经是包括这个旧约，包括旧约意思就是包括这个犹太的这个历史，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跟这个犹太历史有关的，有关的。啊，总是，那是耶稣的救赎跟犹太历史有关的。伊跟这个旧约的律法的关系，到底是要安怎样了解？信耶稣，敢着爱做完全守这个旧约的法律，还是信耶稣会当把这个旧约的法律给伊放弃？这就是后来保罗伫写批哦，这个罗马教会。甲写到这个加勒太教会时阵，伊啊一再甲这信徒说明，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对这个律法是真要紧。保罗一直认为讲，律法是要互人得到活，总是伊嘛知影，伊讲伫这个无律法的进行吼，我就唔知影做啦。啊，咱若无法定规矩出来，咱若要去定法律吼，我做啥物代志拢无做啦，做啥物代志拢无代志。所以无有律法吼，就无有罪的概念。所以讲律法是要予咱知罪。所以律法定出来是要甲你讲，啥物是对，啥物是唔对，啥物是好，啥物是唔好。总是，咱若是有法度专人来修律法的时阵吼，这律法是要予咱挂。亲像讲咱咧行这个交通规则，青红灯若莫甲我猜吼，啊，伫遐我不管安怎，甲塞车队。我拢未违法，我未用开单，所以无青红灯无违法，我就无受限制。不过是安怎要有青红灯？是安怎要有违法？是因为若无这青红灯伫遐的时阵吼，大家人拢总真无这规矩束缚，啊，这所在混乱，会车祸啦。所以咱就该创一个青红灯，创一个违法。无青红灯的进行吼，我未用开单，我安怎行拢未用开单。这青红灯是要让咱会当有特殊，让咱的生活会当好些。不过青红灯一旦拆起来的时阵吼，咱就定来去用弊端，定定犯法，定定就要了钱。伊讲这就是律法，
律法是要给人活，律法是要帮助人的。不过这个律法常常是带来给人栽罪，因为红灯起来我过过，我就是犯法；红灯底下我搁行就是不对。所以这个红灯熄掉了后，我就行行这个律法的限制在底下。啊，我若是无小心，塞车时我上一百位去吼，啊，红灯无动，啊，就过去啊，我就犯法。我只要犯一摆法，我就袂当讲我是拢守法的。我犯一摆法，我就是犯法。你不如讲，所以安尼看起来，迄、那个本来要救咱的性命的律法吼，是反对带来给咱死人。